苏启胜，苏大厨，木君子，小苏苏，两位没有啦，那我们还得听听两位大厨他们的创意阐述。哎呦，这么神秘啊！郭厨，我们都看不到你，你搞什么浪漫？不是要露营搞 party 吗？所以自带氛围感。我也看不到我自己了。哎，我觉得郭大厨好用心哦。对呀，是个浪漫的男子。没有，去年不是有节目说我最会讨女孩子欢心吗？哎呦，那今天我也要试一下，看看两位，两位我的朋友能不能来选我呀？那我今天要做的就是，要再像现场烧烤一样，但是又不是烧烤。烧烤的话，你要烧炭，要准备烧烤炉，你很麻烦来做。所以呢，我就一个火枪就解决了我所有的美食的烹饪手法。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学会，而且可以去露营成为 C 位的一种最佳方法。那个很帅，就一个火枪解决。哦，真的。两位好，反正现在游戏规则就两位，我拍不拍灯了嘛？我写这个也要上是吧？哎呀，嚣张了，嚣张了！哎呀，拿捏住了规则。你好。这个里面有水果，有炸鸡，最关键的是我还有云南带来的蘑菇。我是歹厨，所以说我肯定是喜欢那种很野性的。我的包括我的性格是很野性，所以说我做出来的这个美食绝对是健康，又有拍照，又有抗饿，所以说这个郭科不行，你们一定要选我，到时候。为什么说我不行？傣族这个少数民族很厉害，他天生基因里面就会跳舞。对，我今天那您秀一段给我吗？今天这个我吃的用的都没有任何餐具，第一是环保，第二是健康。又查了。我很少遇到嘉宾完全不管你在问什么，他要往自己的思路走的。我只能说你们没有这个口福，知道吗？哎，没有。如果不选我，你们吃不到这个山珍。我要吃的。好，我想问一下韩韵啊。你没有站在这里吗？但是你可以做出你的选择，两位当中如果二选其一的话，你觉得谁？他很喜欢吃蘑菇的。我们在剧组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就跟我们说，哎，我买了很多剑手青，他说我炒了一下，你们要是不怕毒的话，我就给你们送来。我说那我就浅尝一下吧。哇，结果非常好吃。非常美味，真的做得很好吃。好不好吃没关系，姐妹情谊还是要捧场的。